今天在这儿躺了一天呀，没有走。我感觉休息一下。老像这样的话，两天了不见好转，不敢硬走了，万一走得越来越严重更麻烦了。现在准备起，也不想去饭店吃饭了，泡点方便面吃点算了。哎呀，躺了一天。赶紧做点饭，给狗狗们也做点饭。今天在车上煮点蒜，看你弄点啥来。一天没动，你们也没动。跟着外面的盐已经干了，其实应该给他们煮点挂面，但这方便面不好放，六个月有效期是六个月。我今天简单吃点吧，哪一个？这个兰州牛肉面，这儿有卤肉，还有饼子，实在不太做了。好了再做吧，先简单吃点。牛肉面加肉一份儿，吃不下。狗的饭还烫呢，我这儿给他们吃。哎呀，明天休息一天应该就好了。昨天晚上馒头就没吃啊，吃了，早上起来吃了。贝贝在那儿，吃啥啊？
来，收拾一下，准备睡觉。火车是一粒接一粒，汽车是一辆接一辆。昨天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在这个高速桥下面休息了一天啊，今天感觉身体好转点了，我今天就准备往三丹的方向出发了。看看在休息的这个地方，这面是个铁路，那面是312国道，上面是高速，我也服了我自己了啊，居然能找到这么棒的地方来休息，非常的吵啊，因为这个地方能遮点太阳，所以说我看了看狗公公在这儿也不是太热，所以我就在这儿休息了一天。好了，今天咱就准备往前面出发了，不能再休息了。感觉这个身体啊好转多了，那会儿起来又吃了点药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咱的和谐号。哎，现在这火车是不是都是电的？不是烧油的哇？这么长，后面那堵墙果然是明长城，河西走廊的明长城啊！果然我猜对了，一节一节的都还有，那面有几户人家，看到这儿就开始又有了。这段城墙还是保存的相当完美，但是这断断续续也断了，可能是因为里面有人住，还必须留一条通道人才能进去。这一面就这么荒凉呀，这个草怎么不往起长，对面还有雪山，那个雪山应该是祁连山，又是雾蒙蒙的，靠沙漠的气候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候，哎，不是亮堂堂的，而是雾蒙蒙的。这个树上面有这么大个鸟窝，旁边这个树少了，这棵树上也有个鸟窝，但是这面树上没有，左面的树上没有，右面的树上全是鸟窝，就是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。
加油加油。这毛也不退，还退不完。你这毛不走，你怎么看着？吃上药管了用了，还是今天第三天吧。感觉就好多了，但是还稍微有点。今天准备到三潭县城。再加上这天也是灰灰蒙蒙的，看见哪儿也是灰的。这里的植被已经不茂盛了，一片一片的。312国道。路线是上海到霍尔果斯。今天的腰子好的多了，走路也嘎嘎的。再有6公里就进入三潭县城了。其实是不用进也行，从这个岔路口还有2条路，但是我想进去补点物资。第二个就是我发了一个那个 WiFi， 看看用一下行不行啊？感觉我这流量太贵了，一个月好几百。听朋友们说是它也行，我看看行不行，咱去。取一下这个移动 WiFi。 进来三单了，三单欢迎您。这就是往三单县城走的马路，双向6车道，两边都树木都开花了，红黄柳绿，每到一个县城里面都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。到了三潭县城了，这应该是没有到了主街道，我感觉这人很荒凉。但是我先来取个快递，哎，这个快递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快递啊，我就发了一个嘛。今天顺丰快递给我打电话，我看这是个啥，取一下我的快递，老板。这是啥东西？这是个随身 WiFi， 但是我还有一个呢，这发了几个呢？哎，我那个是发到
那个房子是邮政呀，搞不明白了这。师傅，去一下县公安局能行吗？行，啊，走，走。公安局啊，是县公安局。县公安局啊。啊。鸡头会计，应该是这样。出库成功，已全部取出。诶，这是个啥？那个应该是你买的东西，估计商家没货，没给你发过来吧？发了个口罩子，可能给你发到物流信息。没货？我想吧。这个地方晚上好繁华。哦，这地方就这一片啊。哦，这边是最繁华的。好，来过来师傅。好，来走。嗯，谢谢。哎，这不是瞎转悠嘞？他们一个东西给分了两个快递，白让我花了10块钱，花了9块钱。那个东西已经到了，这面给我发了个口罩。我以为我是说不会。这不会错的，怎么会发两个嘞？这个就是个口罩，一个赠品，那个才是 WiFi。哎，早知道是个口罩，我就不要了，要这干啥？打了九块钱的的，最后就取了个口罩。嘿，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现在不准备进三单线了。下来的时候见前面那个人比较少，我还去出外面去找个休息的地方，明天再进三丹县城，然后备点物资，咱就开始往阿右旗走了。这儿不行，这儿这个人太多，狗一直叫的不行，咱也休息不好，去找一个地方，咱今天就休息了。今天的风大，还得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。